这是你要的岩壁球的电话。你们以前虽然是同学，但现在各是其主，行事要小心。他手里的枪可不认你。还有，我从秘密渠道获悉，岩壁球正在实施青蛇计划，是针对中共江南地下党组织，目的是彻底捣毁其老巢，破坏其组织架构。所以扎福鼎已经确定是共产党了吗？反正他是岩壁球最终的核心目标。如果扎福鼎真的是中共地下党或者与之友人，作为他的未婚妻柳英又是什么身份呢？难道他也参加了共产党？不行，你独自见岩壁球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也觉得这个行动太过冒险了。你到了苏州，岩壁球并不知道，你去见他不是不打自招吗？眼下苏州站没有人力物力，要抓扎福鼎我们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，得找人帮忙。你是想找岩壁球帮忙？不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你刚才也说岩壁球在抓扎福鼎，你觉得他会帮你吗？是啊，这明摆着你去见岩壁球没什么好结果。有什么结果不好说，但我必须争取。再说了，我知道一个机密计划，岩壁球现在正在抓捕中共江南地下党，如果跟岩壁球合作，我们……你是想说截取岩壁球的胜利果实？聪明啊，对付中共地下党，破坏其组织，不就是你这个站长的正差吗？难道你对我这计划不感兴趣？不是，那白给的午餐谁不想吃呢？只不过这是一个想法。你觉得我们有这个实力吗？所以我们需要找人帮忙啊。我看岩壁球就是个不错的人选，如果能够把他拉过来替我们做事，那我们根本就可以以逸待劳了嘛。周景，你能有多少把握？岩壁球这个人我很了解，他没有信仰，满脑子的利益，所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利相诱。可是风险呢？他万一出卖你呢？与他未来的荣华富贵相比，我区区周九算得了什么？好了，此事不再讨论，由我一个人单独行动，就麻烦二位把我好好准备准备。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娘啊，本来儿子想给你挣点钱，给你修座新坟，时运不济，什么也没赚着，怎么办？钱这东西有什么好啊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是不是？今天赚不来，我明天再赚，是不是？做人要有斗志，不能垂头丧气的。睡觉。我父亲经常教导我和弟弟要多帮助人。小凤儿，你说你这么做是不是太缺德了？是。那能怎么做呢？去救他。去救他！哎呀，明天就要上路了，喝点酒，好睡觉，啊？哎，不喝，不喝也得喝。你还不情愿啊？老子叫你喝点酒，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倒不领情。那好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你使劲叫啊！这附近有没人？救命！
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来救你的，喊什么喊？来，回家。那你在这儿待着吧。走，快。怎么样啊？命悬一线呐，我看就别折腾病人了，随命吧。要不然我们到上海的医院去看看吧。如果你们想老爷快点走，你们就送；如果还愿听我一句劝，还是准备后事吧。是这儿吗？啊，对。到家了，还不高兴一下，笑一个。记住了，以后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尤其像我这样长得英俊潇洒的哦。快去吧，家里人等急了。娘，小凤，娘，哥回来了，你上哪儿了？什么？你让我杀了少爷！嘘，坐下。喊什么？那不是你说的怕他知道咱们俩的事儿吗？你想想，老的没了，小的可姓扎，他能留我？别说家产了，到时候我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你呀，那就更惨了，还护院队队长，连洗脚都不用你。你说的吧，也有道理。可是杀人吧，我真没干过。你想想，如果扎福鼎死了，这个大院是不是就是我的了？那我有了，你失望不也就有了？那就万事不愁了，是不是啊？到时候啊，这儿就不叫扎家大院了。这儿可就叫石家大院了，我的石老爷。不是，三太太，可是这杀人的事儿吧，我真没。我看你，你怂样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大院可是纸包不住火，咱俩那点事儿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，他连你一块干掉。你记住了，扎福鼎就是咱们俩的拦路虎、绊脚石，一定要把他干掉。好，听你的，为了咱们将来美好的日子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这样，你到苏州啊，找到那小子，告诉他老爷不行了，你们俩一起回来的路上，你不就有机会把他干掉了吗？哎呀，上哪儿弄点吃的呢？二斗，二斗，二斗，今天有一大活儿，成功的老财主死了，听说有很多哭丧的人呢，这哭好了还有很多的赏钱呢，怎么样？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啊！
你不能走啊！哎呀，你可不能走啊！谁呀？源头，别是你呀！你往哪儿跑？跟我走！你过去。源头，钱呢？没了。弄到哪儿去了？输了，全输了，全输了。你胡干呢你！袁二斗啊，那是龙爷的钱呐，你全输了。那是我做的担保啊，这下怎么办呢？皮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没话说。谁让我把钱给输光了呢？你，袁二斗啊，你说你拿着钱干什么不好？你山珍海味的吃一顿，但还得剩几块吧？现在呢，一块都没了。皮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后来我一想，我要是拿这20块大洋再赢20块大洋，这20块大洋还给龙爷，那20块大洋不就是咱俩花吗？不就可以胡吃海喝了吗？啊，袁二斗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你蒙谁的？你他妈蒙谁呢？你又想骗老子是吧？钱没了，这屎盆子又得我顶着，讲得美！我现在就带你去龙爷那儿啊！见到龙爷之后，我先把这手剁了。走，皮爷，你先别急呀、啊。现在回去，那就不仅是剁手了，那就得剁脑袋了。可你别忘了，是你为我担保的，那你能好得了吗？是不是？你再容我两天，就两天，我一定想办法把这20块大洋还上，行不行？两天。你吹什么呀？就你赖病一条，一天三顿饭你都吃不饱，你上哪儿两天给我弄20块大洋去？哎呀，长得太他娘的像了！你干什么呢？北冰洋贸易商行，扎福鼎。